样子的。那个，我带你去那个我家里。我家在那个就在那个地方。就我还剩下一套房子，就是还没有出去啊。我还你等一下啊。那个，要不这个样子吧，你先陪我一起去那个我家里，我们坐一坐，喝个酒，聊聊天，行吗？可是，一会儿我朋友要来找我，有点很开。是吗？对。那个男的女的？女生，闺蜜。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好，我跟他说一下。好看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先。好不好看，关你什么事？我看一下吗？你朋友吗？你不是你朋友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我好看啊。我看一下，就这张照片，好看吗？卡了。是这张。没有啊，你朋友圈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！看一下。来，我看一下，一般般啦，麻麻的呀，麻麻的呀，很一般啦，还一般般啊，一般般啊，兄弟们。一会儿一会儿是什么时候啊？马上啊！你哥让他快点啊，我今晚还要去修车啊。那些还没过来，我今天是服了，姐姐。让他快点过来啊！那要不我先去找他？那我陪你去啊。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你不是要回家见你爸爸吗？你不是还要修车吗？啊，一起啊，没事，一起去就可以了。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不介意啊，好吧。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，可以一起啊，没关系。他在哪个地方？他就在这附近吧。哦，那你给他打个电话，。没点订阅，点订阅啊！你在哪？我看了眼睛哥。那要不你来找我？要不你来找我们？在对面那个商场这边有一辆车，两辆车，然后对面那个商场旁边是那个什么？一个绿色的，一个黑色的。对，那个车是一个绿色的，一个黑色的车。对。好吗？你跟他说一个兰博基尼，还有一个奔驰啊。是一个兰博基尼的车，还有一个奔驰的车。你说都是你男朋友啊？都是我男朋友的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啊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拜拜。好。他马上就过来了。他有。下吧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
好像还没有找男朋友哎。啊，还没有男朋友是不是？工作比较忙。啊，那可以啊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说你跟你的闺蜜同时喜欢上一个男孩子，会怎么样呢？那当然是不允许。是你不允许他喜欢你男朋友，还是你不允许你男朋友喜欢他？如果两个人同时喜欢一个男生的话，那首先是看谁先喜欢的。啊。首先看那个男生喜欢谁吧。如果那个男生，选择的是他不是我的话，那我也会尊重祝福他们吧。啊。那。前提是看是谁。那如果是我呢？难道你对我闺蜜有想法吗？没有吧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他讲的一般般呢，讲的还人模狗样的，人模狗样的，还可以啊，可以，他可以坐我助理啊，陪我一起修车，修车。助理的话可以啊。啊，那可以啊，那坐我秘书，秘书。你不是有一个保镖吗？你还要秘书？哎，保镖他修不了车啊。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一般都要女孩子去做啊。女孩子容易去做。还有还有，不会啊，女仔比较好说话，跟那些巨富啊。女孩子才不好说话嘞，现在外面社会那么复杂。是吗？现在外面的那些人都那么复杂。那很小，像我这样子比较简单的，是不是？你的话，你性格还挺暴躁的，我发现。啊？我性格暴躁是因为我没有耐心啊，我喜欢就是直截了当一点的。你比如说，你今晚有没有时间呢？今晚的话不行，跟闺蜜约好了。那跟你闺蜜一起了？对啊，得跟她一起啊。啊，那你让你闺蜜跟你一起来跟我一起了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那也行。那要不然这个样子吧，你让你闺蜜啊跟你一起去我家，可以吗？那我得问一下我闺蜜的意思啊，我看万一她不愿意呢，是吧？哎，我闺蜜给我通知。啊 ，OK。今天下午稍等。啊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喂，你到了吗？你到了。啊，你。我走。我们是要出去接他吗？还是就还是？你看看，现在外面雨，现在也是。啊！那我们出去啊！啊！我还有另外一辆车啊，我还有房车。哦。我还有房车。那我们现在是九啊！稍等一下，我跟他商量一下啊。啊。九。等一下，戴口罩哎！你记得拿口罩啊！哦 ，OK。我口罩，我拿了，失忆了。我操，没油了，没油了。可以啊，这个挺漂亮的，挺漂亮的感觉。九吧，我们九。钥匙不用啊，钥匙哦。你把我那个居富的钥匙放，看一下，你脚稍微抬一抬。嗯。我钥匙呢？我钥匙呢？我那个我那修居的钥匙呢？啊？哪里啊？我钥匙。不是，修居的钥匙啊。在哪里啊？在房车那个副驾驶。啊 ，OK， 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，嗯，来走吧，我们，你开去加油了啊，走，我给你开门了，我肚子好白啊。狗叫。好招啊！我看着吧。哎，没行，不怕别好长我。好。别个好长我。我们牙签嘛，牙签。
哎，北门，哎呀，过往都是也不安全。阿信嘛，哎，没个给别个好找，第一个好，过往都是也就能发呀。嗯，两个两个。Hello， 这是我闺蜜。哦，你好，闺蜜小猫。嗯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你不冷吗？穿成这样。羞羞。啊，还可以啊，我不去特别的冷啊，那等一下，你帮我拿下，我戴一个口罩。啊，好好，不费呀，不费。要不结个样子吧，那个你们陪我一起去修一下车好吗？可以吗？问他吧，他毕竟他请你陪我。哦，没戏啊，没戏啊。你愿意陪我们一起去吗？修一下车。但是我要先去上个洗手间什么的。哦，那你去，那你去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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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啊！你这个地方。在这边等我一下，你照顾一下我闺蜜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你去吧去吧去吧去。保护她一下。这里二楼啊，二楼没有的话去三楼啊。啊，三楼没有去四楼啊，四楼没有去五楼啊，慢点回来啊，搞慢点，搞慢点啊，哎，注意安全啊。OK， 拜拜，滚，啊，你好，我。你哪里人呢？我湖南。湖南的？哦，湖南人呢？我广东人呢？我有听到是吧？那个厕所在二楼啊，厕所在二楼啊，你去了？你几岁了？我二十。二十啊，我那个衣服给我一下，好冷啊，冷死了。是啊，我习惯了，我们广东就是都是怎样穿衣服的，还有拖鞋啊。这是南，我们这边可能没有那边，要不我帮你拿一下这个或者。啊，你帮我拉一下了，帮我拉一下，哎，对，哎，你好温柔啊，你好温柔啊，可以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还没有。没有啊？哦，那你拍过拖没啊？还没有，还没拍过拖啊？哦，你从来没有拍过拖啊？从来啊？你们那边拍拖就是算谈恋爱的？哎，对，有谈过一个。一个啊？有谈过一个是吧？啊，那如果说你要再谈的话，就是第二个了。嗯，对啊。哦，那你第一个男朋友谈了多久啊？一年多吧。一年多啊？哦哟，那天好黑哦！哎呦，那天怎么这么黑啊？哎呦，那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吗？有过一段时间是不是？对吧，因为时间长了。哦，天越来越黑了，晚上为什么今天晚上这个天比平时要黑呢？黑的不一般呢。要把那个裤脚弄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比你们那边要稍微那个一点。要稍微要。不要感冒了。哦，好，没事，等一下啊，我先，你先帮我站在这个地方好吗？啊，要不然你先上车吧，要不然外面冷啊。你上一下我车啊，这两台都是我的车，你要不你想上哪一台啊？随便都无所谓是吧？啊 ，OK， 那你上这台了，这台比较特色，比较舒服，那你过来。我操！要不还是等我闺蜜来吧？啊，不用，她要拉屎啊，她屙屎啊，屙屎好慢的。我们两个不太好吧？没事啊，都是朋友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呢。啊，他屙屎好慢的，我要洗几二十分钟。王默，安排好铺没？啊？安排好铺子没？在上面是吧？哎 ，OK。来，兄弟们。没点订阅，点订阅啊！把订阅点点啊，兄弟们啊！把订阅点上那边点，兄弟们啊！啊，你老来呀、啊？你下来呀、啊！我带你去，带我去哪？他
我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呢等等要去收个猪，但是你那个闺蜜现在要去屙屎，要屙个半个小时，那我们要不然现在我们两个人你陪我一起去，先把那个猪给收了，好吧？啊，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那个钥匙啊。哦，好，嗯，就。那是我爸。那个是我爸，就是那个。那个穿黑衣服了吗？是，就是那个人呢、啊，跟他的衣服一样黑的那个，又矮又老那个。这个是你爸。是，左边那个，哦、哎，是，就是他啊，他。需要打个招呼吗？不需要，他有老年痴呆啊，你跟今天跟他打了招呼，明天他又把你忘掉了，老年痴呆，这个车也是我的，哎，人呢？你过来陪我一起去拿一下钥匙啊。这个车也是我的。啊，还有这个车也是我的。这三个车也是我的。啊，这个路虎，这个奔驰，啊，这个房车都是我的。上去啊。小心。没关系，我还是上去。扶一下你啊。这是我司机啊。好。见到少爷不打声招呼啊。可以好。真的是飘了你。钥匙在里面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我靠，这雨又下大了。就我拿这个就行了。这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你是湖南的是不是？啊，对。那你肯定知道 Playhouse 了。我不太爱在这边玩，可能不太知道就是那个酒吧，就是那个上去那个酒吧。我可能真的不太知道，因为我不太去酒吧玩。那等会嘞，我们可能要工作量要很大。有这么多铺要去修居。可能你会比较劳累啊，辛苦你啊，那你帮我拿去吧，好吧？你这样吧，我拿着。我今天开心，我送你一套。不用。你随便选，我送你一套房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吗？不用。两套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啊？不是。你进不进瞧不起我啊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五套。不用，谢谢。真的不用。真不起我，瞧不起我、啊。不是瞧不起。那走酒吧，那跟我一起去修居吧。要不这个还是拿个什么装的吧？那有道理，财不外露啊。你有没有小眼袋？小一点啊，小一点不行啊，就一般我们广东都是带麻袋去修居的。这样太惹人注目了。不是，一般他们都是给现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袋子其实不是来装这个钥匙的，一般都是来装钱的。是的，这个一个袋子都不够，他们每次给那些人民币啊，就装满了3、4袋袋子啊，但是今天晚上太晚了啊，那个可能只有一两家还在开门，我们就随便就是，拿这个袋子去装钱就可以了啊。好吧，这是我走一波大气啊，兄弟们，走一波大气啊。他们不能给你扫码，会搬起来，我们两个人。OK， 走了，我们去修居啊，修居啊，走。你有伞吗？伞啊。对啊。我有。那这个样子吧，这个样子啊，来，我们先上来。那个袋子你要不要先拿上来？没事。钥匙在里面。没事。你要。这个。这样吗？你不好吧？你这样会冷的。没事啊，没有雨伞呢、啊。但是你这样衣服湿了，你等下会。穿着的话会着凉哎。没事，我们不要，不是这样不好。那个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，这样真的不好。没事，我们几次就去过去一下下。要不淋雨啊？你带你的，我带我的吧。因为等一下你是我闺蜜。没事，这样真的不太好，真的。没事，就是你
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让你受凉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现在这样做，不要浪费了，不要说废话了，赶紧走，走，不要讲废话。那我们隔点距离吧，等一下他要是出来看到了，会误会的。干什么啊？干什么啊？下雨啊，到什么地点了？我去修车啊！去修车，你去修吧。啊，再见。我去修车啊！现在雨了，你躲下雨吧。啊。在里面躲下雨。妈，你怎么来了吗？给他点面。啊！我妈怎么来了？你好。这是我干儿子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我是干爸。啊，进去吧，是吧？啊，你好。你把伞借了吗？啊。把伞让人坐上去。有。坐着，给我把车给我。上两去吧。兄弟，听说给海林点订阅啊，海林回去还要播一会了。Hello. 那你拿着。这你无聊啊？那。又要我拿？那海林上个榜吧，要不刷个红头带的吧？啊，你啊？他刷、嗯，给我刷。我已经把他的工资预支一个月给他，让他刷礼物。是吗？来，刚开的工资，加我。现在我已经，嗯。上良心吧，兄弟，预支了一个月工资给他。上良心啊！预提了一个月工资给他。嗯。完了之后让他消费，去给你哄我。来了，我要席，我是不是有点上良心？我文斌，我要席啊，我要席。来呀、啊，没有要席怎么休机啊？刷多少，兄弟们？哎，府衙一号，刷出横幅吧。我预计了2万块钱给，那就刷20个府衙一号。20个府衙1号，再多留一点吧。那两个进来，20个府衙1号。搞一组横幅，宝图太多了。嗯。工资都不够。哦呦。宝图太多了，工资都不够。那兄弟们，你们给海林点订阅吧，给海林点订阅。兄弟们，给我点一下订阅吧。来看一下我的榜，刷横幅啊，看我的榜，榜多少？我看一下，2000多。榜四十。榜四十，兄弟们点不订阅好吧？提梦海林，看能不能点到2万个订阅，兄弟们，海林不容易啊。希望能破2万。你看啊，他总共2万块钱工资，开了个公爵5000，刷了一组横幅2000，就去了7000了。工资去了一半了，还剩3000块钱给我做生活费。工资去了一半了，兄弟们点不订阅啊，给海林点不订阅好吧。那个湖南卫视的主持人，兄弟们啊，明天我们明天首秀可以吗？兄弟们，海林明天首秀可以吗？兄弟们，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明天首秀了，赶紧点一下订阅啊。海林，提梦海林。今天呢，我的那个明天晚上想冲一下2万，8点吧，好吧，明天晚上8点首秀，就真正的首秀啊。今天只是找到粉啥的。那能收2万可以？你们可以搜一下，哎，你百度搜，你怎么搜？搜得到？那个矿，一个广，一个耳朵旁，矿海林。啊，你今天的直播给搜一下。矿海林啊，你们百度能百度到他的啊？湖南卫视那个国际频道吧？湖南卫视国际频道的主持人，啊。嗯，你们可以百度一下啊，可以百度他啊，邝海林啊，看到没有？湖南国际频道主持人啊，湖南卫视的啊，可以百度得到，好吧？然后明天8点钟首秀。点一下那个订阅啊，破2万没问题吧？订阅我的榜40啊，好了，你做节目，那你回家吧。明天还有工作，我回家。给我也点订阅啊。哎，你过来，我看到那个欠我房租的那个女人了。看到
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很家常的丢脸，我发现我找你去收租的，去往店子里面收租。再不收，再不交租，我小心我削了你的布啊！走吧。你是真的笑的？我是专门来接你去我店子里面收租。欠了我一个月的租金没给我啊！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我没关系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差点的，今天再不收租，明天我一把火削了你的租啊！不要去来生气。哎呀！哪里啊？这里是吧？你走前面呢？你走前面。好。你带路啊。啊，你在前面走，老板先走，先走。小腿可以啊，这个，就小。